哎，媳妇儿，我今晚在蓝海先跟户吃饭，就点干啤的，不多喝。你赶紧睡啊，别熬夜等我。白哥，你这也太妻管严了吧？嗨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咱俩赶紧买烟去，一会儿客户到了。哎，老板，拿20那个。这客户来了，你就抽这烟。老板，给我拿盒华子，再给我来瓶那干红。白哥，你疯了吗？嫂子管你那么严，你哪来那么多钱呀？当然是你嫂子给我的了。你咋跟嫂子说了？你快教教我。这男人在外面图个面子，你把里子做好了，这面子不自然就有了。媳妇儿，别熬夜了，赶紧睡觉去。这作业我来检查。媳妇儿，我来收拾。你这腰不能一直蹲着，你快歇着去。你今儿没吃燕窝吗？你生完孩子之后一直很虚弱，你多吃点补补。这感情啊，都是相互的，没有理所应当的付出和体谅，互相理解，感情才能走得长久。哦，白哥，还得是你。媳妇儿，我回来了啊。你看我给你买的什么？回来了，我光给你冲蜂蜜水解解酒。哎，你这小香段血挺及时呀，你直接寄到家就好了，还非得抱回来。我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？家里的刚吃完，感觉最近状态确实好了不少，人也精神了。那当然了，人这小香段是下单鲜炖，每周冷鲜送来的呢，新鲜又营养。就这保质期有点短，才15天。那是因为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，配料只有燕窝、冰糖和水，纯粹着呢。怪不得呢，这燕窝料又足，口感也不错。哎，媳妇儿，你不知道今天我多有面子，好烟好酒，我说买就买。小刘直接惊在那儿了。媳妇儿，有你真好。是你。